港服黑五 PS 会员折扣。咱们先说新用户，二档会员原价705港币，现在打了一个75折，528.75港币，折合人民币490左右，原价425，现在是340。三档会员打的是7折，原价820，现在574。另外只有12月，也就是年度会员才打折，季度还有月会员都不打折。好，咱们再看老用户，我这个港服账号是二档会员，明年6月份到期，如果平替续费的话没有折扣，还是705港币。但是如果我要升级三档会员，他给了我一个7折的优惠，应该是需要补62块钱，现在只需要补43.76块就行了。好，主要信息讲完了，你们感觉怎么样呢？下面说说怎么办啊。对于老用户来说，继续等，黑五它不促销，咱们等下个月的圣诞，圣诞如果会员还不打折，那咱们等春节，如果春节还不打折，那什么时候想买什么时候再买，反正都是原价。那对于新用户就不一样了啊，虽然说这个月的一档会员二档会员都比较拉胯，最近这几个月的会员也都基本上很拉胯，但是对于新用户来说，新买 PS5 的同学来说，二档会员库里面有一些比较经典的游戏还是值得尝试的，花500块钱玩一年，基本尝试了 PS 里面的很多大作，我觉得这个对于他们来说还是挺值的。关于港服黑五 PS 折扣你们怎么看呢？欢迎写到评论区。